我觉得可以。医护人员在帮忙测量身高跟体重，我刚刚跟你讲，我看到真的是这样，可是明明是歌手，我理解，我觉得是歌手呢。你看前面这不是歌手吗？第一个不是记者在记用，者用温度计量几公分哦，是哦。你表达对吧？第一个，你知道我第一个看到是什么吗？我以为是胖虎在唱歌，然后让人家那个灵魂出窍、欸，等他一下，他应该就，因为他还需要那个录。好，你帮我看一下。有在录了。OK 吧，都来了。来了。三明治吗？先想主题吧，还是我们随便想，就让他猜。反正一个水，不要一个水果。水果可以啊。哦，一个水果。在哪里做什么事？不然就一个水果，然后对，对，然后水果在哪里干嘛？水果在某水果地方干嘛？好啊，没关系啊，等一下三明治嘛，来，可以吧？水果在哪里干嘛？这样是不是？水果在哪里干嘛？好啊，你讲，等一下。水果在哪里干嘛？那我要想一个复杂一点。干嘛？水果在哪里干嘛？水果。水果，你这样子是抽象的主题。不会啊。没有，就是要让他猜啊。就是我们已经知道题目设计上。没有。啊，怎么那么快啊？等一下。啊。好，就这样好了，我尽力了。这什么啊？哦，这个很难画哎，我想一下。然后我知道这个简单。完蛋了，我都在乱画了一下，还擦一下。好了，就是这样了。我画完了。画那么快，等一下，完蛋！我觉得这个人看不懂要干嘛，因为这个偏难，小难小难。啊、哦，我的这个有点快。我这个也偏难哎。我希望他看得懂我在画什么水果。我觉得他看不懂啊。啊，不管了，我就这样了。好，我尽力。那、啊、算了，我帮这个东西上个颜色啊！好，我的也偏难了。好啦，我画完了，真简单啊，呵呵。呵呵，我们看一下，呵呵。要崩溃，要崩溃了。哇，谁的台风这么大？他没写几个，还是我忘记几个字了，我完蛋了。不用写几个字啊，所以我们要看他的图再画一次啊。
对 对, 对，就是你凭感觉以后觉得他应该在讲什么事情。哦，这个也太难了吧！我看了什么？哦，哦，好，我看懂了。哎，江志明呢？我在这啊，干嘛？你最近在干嘛？嗯，最近呢、哦，还蛮……听起来好像很废。打撸啊，打 Apex 啊。打撸、打 Apex 都有啊。然后看商周，看 CN， 然后因为要考多益啊。你还没过啊？看一些东西，我还没有考啊。欸、你是不是要没办法毕业啊？哎、欸，危险危险！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那个下一位那个无话的有可能有点丑啊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也很丑。我不知道前一位给我什么东西，但是我就只能这样子画了。我真的是照他。等一下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真的等一下很好奇啊。我的画画功力有限。是啊，这个人画了很多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他画了很多东西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画。这是时间已经快没了。现在谁在后面？浩然，我的吧。你是不是看不下去了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是看不懂刚刚那个人在画什么。我认真，他刚刚好像还有一个这个。感谢我们等一下。是我下一个吗？还是谁是我的下家？我忘记。哇，那时间来不及了。那时间来不及，时间来不及，完蛋完蛋完蛋，好像是这样吧。然后我的下家抽象派大师出事了，阿北画不完呐、啊，画不完画不完画不完，好就这样。哇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等一下哦，这什么啦？这个是谁啊？这感觉就没有用完整整一分钟啊。这有什么难的？不是啊，可是这个没道理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前一个给我那样子。完蛋了。不是啊，你又没看到我画什么，你怎么知道我在画什么？我感觉你应该是看到我的。真的吗？你是不是乱画？我是照着前一个人画。我是看不懂你在画什么。我认真，我看不懂你在画什么。我照着前一个人画的，我可以跟你们讲，前一个人画的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我看不出那是什么，真假？完蛋了，那个是很绝望的东西，我看了之后会绝望。等一下，你是第二个还是第几个？我看到也是一个。他这边还直接写的，说不定是看到我的。那我多画点东西好了，反正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我真的猜不出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不是我猜对不对？自己画过的东西不会猜。对啊，自己画过。我来这轮画完，基本上就是在猜最后的答案了。哦，不是啊，这个到底在画什么东西啊？看不太懂。那算了，我来。不是，这个真的很难，你知道吗？那他说，他这个是什么水果在哪里做什么事嘛？对吧？对。我刚才看到一个，我感觉不像。我也这么觉得。算了，我来帮他画一点特别的东西好了，让下一个人猜的时候比较开心一点。我来多画一点别的东西。好了，我时间很多，我再画点别的好了。我拿到一个抽象画、欸，我已经尽力把它呈现出来了。没关系，我已经开始把这抽象画开始乱画，因为我看不懂还要画什么，所以我决定要讲求好看为主。哎、欸，下一步好像就是我们猜了，对，要猜了。对，下一个就是把全部猜完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哎、欸，对，来了，这什么啊？等一下，不是啊，这什么、啊？这个是，等一下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应该知道。它有写字哎、欸，写字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七个字哦。
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可以猜对。我跟你讲，这咖，我很有信心。这咖啡色是什么东西啊？有这个水果吗？不是啊，不，没有这个水果吧 ？OK OK， 我觉得我猜对了。我跟你讲，水果啊，你是没打完啊？我没打完，没打完，没打完。没关系，看一下结果。苹果在教堂 KTV， 那是苹果。这是什么啊？谢谢。我怎么以为放出来了？白那个，我玩教堂用那个绿色的。我看成那个是教室。对，我也看成是教室哎、欸。然后我好像没水果。水果。谢喽。所以这是这是奇异果。我懂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不是，一开始也画错。它奇异果不是什么？奇异果是黑色，咖啡色，茶叶蛋吧？奇异果外表咖啡色，没错的，没错啊。哎，其实没有，但是你那个好怪。我感觉是我歪了，但是我看不懂那个是唱卡拉 OK。我看不出来那个是麦克风，那个看起来像麦克风吧？那是麦克风吧？我那边就很歪啦。这是麦克风。我那个好啦，下一个了啦，下一个了。好啦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我来看一下。下一个，下面一位。西瓜在田里。田里。我家还还蛮。那边有谁做什么？哎，我画的应该可以吧？可以，我画的也很好啊，你看，对吧？那个田最后直接不见啊。啊，江志明的画。有啊，你在哪？西瓜在地主暴毙，我觉得蛮有想法的。里面暴毙是吧？那个是田，你跟我说那个是田，不是啊？不是，我后来画出来是田嘛，然后江志明画那是没有，那个是因为后面时间来不及了。设计不对，西瓜在地主暴毙，这不能怪我吧？可以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可以啊，至少画出西瓜来了。在房间吹牛 ，OK， 这谁出的？少宇哦。对，我觉得哇，我要写出来吗？他有变调，他一定有变调。这什么、啊？我看不懂，我以为什么吗？我其实你怎么没看出来？这例子我画的超好的呢。我叫什么？我现在去给你在房屋内给牛什么啊？没有，我本来是想要写红杏在。红杏在屋内出墙是不是？这牛直接穿墙哎！不是啊。好啦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我死！香蕉在别人家隔壁。欸，其实我觉得我画……那我看到这个。我家隔壁，结果我姐的。我呈现的蛮像的，哎，这是最简单的。我下个笔，那我画这样，这不能怪我啊！我看到就是这样子啊。我有没有写在什么？我看到一个上角，我有游泳。是啊、哦，不知道啊。不是我家隔壁哦，在做什么？你说在我家隔壁啊，在做什么？没写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笑死、欸！木瓜在水沟里喝 水哦，这个我好像没有抽到哦，我有抽到哎、欸，那个是木瓜、那个、绿那个蓝蓝的一点是水啊，他在喝水，然后老姜没画那样，老姜没板来吧，老姜没把水画出来啊，我画啦，下面那个是水啊，你没画他在喝啊，我至少画他、啊、我至少画他嘴边有一点水啊，后来你的解读好猛啊。不是对吧？西瓜在海边冲浪啊？怎么会是木瓜在海边？合理，我觉得蛮合理的。这个这个这个可以啊！你要再来一局吗？再来啊！再换蔬果吧。换蔬果？你要换什么？不来了，不来了。一样啊，它主题是可能蔬果还是什么吧？动物好了。动物好了。动物在哪里？然后就是在哪里做什么事？哎，谁掉出去啊？江志明啊？好、哦欸，然后动物不能太难的。我要先洗澡啦，拜拜。饿啦。动物在拜拜东海的哪？拜拜。动物在东海的哪里干嘛？啊？动物在东海哪里干嘛 ？OK, okay 吧。哎、欸、呀，那四个人能玩吗？他最后是五，可以，是可以的，是吗？可以啊。是哦，不会有人跳吧 ？OK。
动物在哪里干嘛？我们先说动物不能设定那个超级难的那种动物，就是昆虫类那种动物，就是一般动物园可以看到的那种长颈鹿、大象那些。OK， 这些动物在东海某个地方干嘛这样？对，不要在东海某个地方吗？都可以啊，看你们。地点的话就是可以是有水，就游泳池、森林。然后不要那种很难的，像那种热带雨林，对，热带雨林，然后对，然后不要专有名词，就是大地点，就是森林，统称的概念，对，统称。Okay. 然后动物简单一点，不要什么帅西啊那个。帅西，还是上次帅西吗？帅西是我们上次你画我猜出来的题目，那我们完全猜不到。还狼蛛啊，豹子啊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动物在哪里干嘛，对不对？干嘛要跳？开始吧。OK。动物在，动物是不是？那我画一个难一点的好了。动物、哦，你知道？好啦，出题就是这么简单啊。谁在哪里干嘛？我知道了。我想一下哦，要想一个复杂一点的东西，又不要太复杂。OK， 我知道了。OK， 笑哦，想一下哦。你笑啊，等等。啊。懂。哇，我觉得这个人会画得很开心，哎，完蛋了！哇哇哇哇哇哇！谁出的？刚刚有看到题目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看不到他的题目，哎，看得到吧？我怎么画？我的题没有题目啊！你要不要看我的这个页面？完了，该不会是五号吧？我真的没有东西耶！哇哇哇哇！那我随便画是不是？现在是随便画吗？对啊，因为五号没有啊。可是我画、欸，那我是不是画自己画，然后自己让人家猜？没有五号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电脑帮忙出题。可是电脑这边没出题啊。那你就不用，你就随便。真的好，好啊。完蛋，我画的真的好奇怪。没关系，我知道。好了，画。完蛋，我不会画画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都忘记他怎么画了。哎，谁给我出那个老鼠的？怎么老鼠的？不是我。有老鼠哦。有。老鼠绝对不是我。鼠类的。鼠类那个超难的哎。这个题目要怎么出啊？等一下。不知道啊，我什么题目都没有啊，我知道画什么。你就不用画了。不是 啊，可是我不画，下一个人也看不到东西啊。所以我还是得画啊，所以有一个人猜不到，对，应该会有人猜不到，可是不行，我还是要画图，反正都没事做，完蛋了，这个画不出来了，谁的麦克风那么大声啊？我觉得我尽力了，这些画里面画最好的，应该是啦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可以再画一点小细节。真的是傻眼嘞，这到底在干嘛？应该可以啦，这样应该看得出来。等一下哦，嗯，哦，这个简单，这个人画的不错，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。我不知道他在干嘛呢，嗯，谁的声音那么大，咚呼呼呼。
对啊，哦，少宇是不是你抓到？我不知道，有可能、欸，应该是你哦。等一下，我这个东西重要的东西没画，我这边画别的东西。等一下，白痴哦，不会画这个动物啊？我觉得出现等一下会疯掉哎、欸。出现，你是不是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绿色的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是我画的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没关系，我觉得你画的蛮好的，但是我不会画。不是，哦，那是你画的。那个题目是没有题目的。哦，那我随便画了。对，你是随便画，你就看我那个随便画。哎，我能即兴发挥，哈哈哈哈。对啊，你真的是即兴发挥，我认真，因为我刚刚看到的车就是没题目的。等一下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时间不够，时间不够。我开始乱画、啊。哎、okay, ，完成。我时间够吗？时间够吗？好像来不够，好像不太够。哦。希望这个人看得懂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来不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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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我已经放弃画这只动物。网络又挂了。网络又挂了。好、哦，没有。我直接乱猜他在干嘛？没了吧？真的吗？现在应该，等下就应该猜了。这绿色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啊？哇 ，Amazing Boy！ 这个什么？哇，我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。认真看！哦哦，等一下哦。是什么啊？等一下啊！哦哦哦！都看懂哎，等一下我时间不够。那个河马，哎，太慢了。好笑，来我看一下。我来个歌。我写的是。仓鼠在，仓鼠在罗马机场。他走啊，他一定走啊，他一定走啊。做报告。我打猫咪。你画重点啊！哎呦，我讲鸡鸡耶，鸡鸡啊，笑死 ！PPT， 他笑死，我被在罗马打。嗯，好笑啊！画一个猫咪跟我说，我有讲鸡鸡耶，不要这样子啊！啊，都很偏呐、啊，还可以啊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你仓鼠画的不错哎、欸，我认真。真的假？大象在河边洗澡。这是河边哦、喔。哎、欸，这是大象。等一下，墨镜。哇！哎，我有画对。我那个旁边是那个，不是它的海边是耳朵，是耳朵、欸。还可以、啊。看起来像海边啊，它海边跟河边看不太出来、欸。我把那个河那个，因为它有点深，我就觉得。那个 S 海的话，海的话，我们会把那个后面的颜色都涂掉。河边会应该要再画。太画黑黑的条了，这什么黑潮吗？还是什么之类的？那个边界的感觉没有画，应该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还不错啦，至少画对90%吧。然后鲑鱼卵画的河马在几？我有看出来，这我有看出来。欸欸、你知道画的还不错、欸，你看我画的，我尽力了。他们看出来是警察局哦。之前没看出是警察局吗？没有，没有看出来。我也是什么超级英雄的徽章。最后一个。欸、我也觉得你蛮屌的，那可以从上面连接到警察局。河马在公园唱歌 ，OK 吧？这是河马是恐龙吧？没看到题目，我没有看到题目哎、欸，还是我们两个快看到河马、啊？是 Playboy 吗？青蛙在浴室唱歌有猜对、欸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题目是看不到题目的，好贵哦。我明明有看到题目哎、欸，
绿色的 Playboy。大家一起吗？还要再来一局吗？中中。你说恐龙会变这样啊？看哥，我也变兔。看要不要再来一局？傻眼嘞、欸，这是。你要换什么的？你要一样画葫芦吗？我觉得一样画葫芦也可以、欸，可是跟前面那个有点像。等一下，我想看哦。看一下有什么？主题哦，主题是。主题要什么、啊？嗯，哎、欸，我又断了、欸，我怎么一直断呢、啊？喂，有、哦、有声音、啊，有声音、啊。你不是什么、啊？职、哦、业就是所有职业。然后职业哦，所以职业呢、啊，在做什么？就是比如说歌手在唱歌，然后画画家在画什么画图，就是那个东西。哦，一样，谁在哪里做什么？对，现在是人嘛。然后那个画图，不要说画什么风景画，那个太不太对，就是他。你说。OK， 然后那个什么。画就比如说歌手唱歌，就是不要唱什么歌，不要说唱什么歌，就是唱歌，就这个动作，对，懂吗？因为职业很、所以就是谁在做什么就对啊，对，谁在做什么，就是他、没有在哪里这样，他平常会做什么，对，哦，你怕他超出他理解的范围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你比如说那个什么。画画家，不然说你说画画家是画抽象画，那也画不出来那个抽象画。OK， 反正就让他再画画就对了。OK， 好，我大概知道了。对，还是所以就是职业，然后再做他的本分这样。嗯，哎、欸，他比如可是这个职业，比如说你可以画服务员在收什么什么，不是，如果是餐厅的服务员在收盘子、洗盘子，这些。东西你可以，就是动作你可以讲一下，对。啊我可以说那个吗？那個、阿公店的阿嬤在干嘛？太难了。你要杂货店的阿嬤在，杂货店的阿嬤在。阿公店。阿公店的话。阿公店服务人员。你听懂了吗？那我没听懂了，等一下，好色哦！不就是谁在干嘛吗？对啊，对啊。欸、我讲、哦、我讲出来，你通常会被黄标啊。不行，太母汤了，你这个做有点正常的事情。哎、欸，那你要出那么母汤，我也来出一个母汤的。等一下，你这太母汤了，等一下又被黄标。啊，就这么简单啊！我用经典梗图啊。好，可以，我觉得我的还不错。我想不到什么好题目，也完蛋了。不想要限制太多，我不好想。先这样好了。这好色哦。三。等一下。哇。白痴哦，这我不会画，他在干嘛、欸？我可以把它画得很母汤吗？因为它这个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尽量。我知道你应该是抽到我的，没错。你先画了什么？等一下，你们这些人，因为他这个要把它往母汤的地方想。可以，但要往会真的很母汤。正经的地方想也可以。对。对啊，这时间很够啦，这可以慢慢画。哦，不对。
OK， 我们来修一些细节。好了，不管了，我就这样写，我就这样画了，简单明了。那应该猜得出来啦，这画的这么明显。我觉得我画的有可能会让猜的人误会，但没办法修改了，有点惨。可以啊，你还有大概三秒钟的时间。没有，没办法，那个要有点要大修改一下。我觉得看到的人会不知道我在画什么。大王母，好了，我画好了，就这样。好、哦、天哪，为什么还要？等一下哦。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在干嘛？这是什么啊？等一下，我看不懂第三个他在画什么耶、欸。他画了三个图耶、欸，然后他第三个，我看不太出来他第三个要表示的是什么事情。可能是个动作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可是这不合理啊！不是，我是说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可是我觉得这不合理。等一下你看我唱，我理解的跟你应该是理解的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四个字吧？不知道，我看不出来他几个字。完蛋了，我快忘记他刚刚在干嘛嘞。我看到的好像是很母汤的东西耶，可是又好像不是很母汤。你那个要发挥一点想象力。真的吗？可是我看不太懂那个到底是什么耶。那应该是少羽画的，什么东西？画，什么东西？就是浩然的那个，应该是你，应该看不太出来那个是什么、欸？有带字的那个吗？不是，不是有带字是我刚刚给你的。哦，完蛋了！欸、我看一下浩然那个不是我画的、啊，还偷看了、啊？真的吗？没有，是我画的，已经跟你理解刚刚的东西不太一样了。啊，对，我跟你讲，大概我有画的东西我都有画出来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可怕、啊，你真的会想说我到底在画什么东西？那我尽力好不好？你不觉得我画的还蛮快的吗？我也画完了，我都会用到最后一分一秒、欸，哎，应该是这样。我也都用到最后一分一秒，很累。太难了啦，我知道。哇，时间不太够，时间真的不太够，完蛋。好，就这样。啊、哦，等一下。哇，你这个一定是苏贤出的题目，我跟你讲。给你苏选的时候，我再想一下啊。他没有花在哪里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。三帮忙，测量，身高。好。不是啊，这很难猜。好、啊，就这样了、啊，不管了、啊，乱猜。太难了，太难了，这想不太到。我还没。哎、欸，这是我们从最后一张开始好了，我们从最后一张来显示。对啊，对啊。先看一下最后结果是什么？客人在买西瓜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歪了。原本是什么？哦，看起来蛮合理的。你是这样猜，客人在买西瓜，再往上。客人在买西瓜，感觉是对的啊。我输了、哦。客人在帮忙结账。我怎么记得结账？然后这个人在帮忙结账啊，为什么变买西瓜啊？不是啊，他在画那个感觉是，而且是店员在结账，为什么变客人在买西瓜？我觉得我画的蛮有诚信的。你说你吗？有啊，你有写个 M，、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个 M。Money 啊，结账。那你看金色的，后来就变二 D 了。他直接把换西瓜、欸，哎，笑死！可以，下一个。对，我觉得还可以。
我刚刚跟你讲，我看到真的是这样，按摩师在帮人家客人按摩，你看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。我跟你讲一次，是吧？是是是，但是你表达的方式不一样，不太一样而已。在哪里？按摩师在让客人说，还可以啊、欸，还可以啦，自由想象，自由想象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觉得有符合，有符合意境，有符合意境。Freak. 我觉得可以。医护人员在帮忙测量身高跟体重，我刚刚跟你讲，我看到真的是这样。可是明明是歌手，我理解，我觉得是歌手呢。你看前面这不是歌手吗？第一个不是记者用温度计量几公分哦？是哦，你表达对吧？第一个，你知道我第一个看到是什么吗？我以为是胖虎在唱歌，然后让人家那个灵魂出窍、欸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温度计嘛，对吧？然后第三个是量身高嘛，所以就是胖虎在保健室里面量身高，所以就变这样，一个歌手在保健室里面量身高，合理吧？哪边？好香。合理啊，我觉得蛮合理的、啊。没有那个麦克风真的不太行，我觉得误会啊。好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消防员在。你本来要说什么？我妈说他在哪里灭火，但我看不出来那个场景。因为有人把他，我有画啊，你看我会写注意。我忘记了。你看我会注意啊，书写没有画到，在刚写完注意就没画注意。啊、你看我有画出来吧，我完全符合那个意境。哎、欸，苏贤直接可以啊，直接无私。我还特别写注意，你怎么会没注意啊？哎、欸，你那个消防员画得很像骷髅头、欸。你说哪一个？这个吗？我说你那个消防员画得有点，你怎么画画都有前面那个吧？像骷髅头。为什么你的水管直接变一个正方形？哦，因为我画不出来。是，你看那个，我还写注意，他直接教室直接忽略掉。我还特别写注意，但注意没有的注意。这个什么十四年，我看不太懂。妈，十四年十七班啊，这是大岩壁吧？对啊，大岩壁啊。好笑啊，要笑死了。OK 啦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